小 S 都说我长得像青蛙。小 S 都说啊，我长得像青蛙。我最爱的姿势，我最爱的姿势啊，青蛙撞奶。青蛙撞奶，火化的时候啊，很适合放《警行厅男孩》的歌。我还没来，你阿公就先跑了。你阿公就先跑了。我去割双眼皮之前，我去割双眼皮之前啊，很多人都劝我不要，很多人都劝我说不要，但是，哼，我照割，哼，我照割。掌声欢迎赵哥赵正平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正平。等一下不笑的，等一下不笑的，小心我找人弄你，小心我找人弄你。小 S 都说我长得像青蛙。小 S 都说啊，我长得像青蛙。我最爱的姿势，我最爱的姿势啊，青蛙撞奶，青蛙撞奶。我问过伟忠哥，我问过伟忠哥，我适合做幕前还是做幕后？我到底适合做幕前还是幕后呢？他说我最适合做三杯。他说我最适合做三杯。我有次去星巴克遇到别人插队。我有一次去星巴克遇到别人插队。我呛他，你什么咖啊？我呛他，你什么咖啊？他说我点冰美式。他说我点冰美式。常常有酸民骂我。常常啊，有酸民骂我。Who care? Who care? 怎样要加 S 哦？怎样要加 S 吗？的，谁 care 那个小 S 啊？谁 care 那个小 S 啊？除了康熙，除了康熙啦。我以前也常去国光帮帮忙。我以前也常去国光帮帮忙哦。到后来真的是不太想去。到后来真的是在不太想去。开客运很累耶。开客运很累啊。我跟我女友的爸爸关系很好。我跟我女朋友爸爸关系很好。我平常都叫他爸。我平常都叫他爸。他都叫我。他都叫我。不要打他。不要打他。我以前组过一个团体叫警行厅男孩。我以前啊组过一个团体叫警行厅男孩。大家听过吗？大家听过吗？我们团员都有各自的定位。我们团员啊都有各自的定位。我是警行厅保镖。我是警行厅的保镖。梁鹤群是警行厅的司仪。梁鹤群呢是警行厅的司仪。林志贤是谁？林志贤是谁？火化的时候其实很适合放警行厅男孩的歌。火化的时候啊，很适合放警行厅男孩的歌。火还没来。我还没来，你阿公就先跑了。你阿公就先跑了。我去割双眼皮之前，我去割双眼皮之前啊，很多人都劝我不要，很多人都劝我说不要，但是，哼，我照割，哼，我照割。我今年投资了200万做牛肉面。我今年啊。投资200万做牛肉面、啊、有人说我乱花钱，有人说我乱花钱。哼，你是没看过我的双眼皮。哼，你是没看过我的双眼皮吗？我最近也说了，只要年底前我的面业绩破千万，只要年底前啊，我的牛肉面啊业绩破千万，我就娶我女友。现在才八月初，哦，已经卖800多万了，已经卖800多万。我现在宣布停卖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赵正平，呱呱呱。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还可以啊，这是假贵的，这观众看也知道，假贵。我们要做一下效果吗？刚刚那个笑话还够温馨吗？什么双眼皮最后什么赵哥啊？赵哥，觉得你最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吗？什么青蛙撞奶的？青蛙撞奶还可以吗？你觉得那个不错，一人播出去，那个点击率最高的是谁？罗时丰破几百万，200多万的。那你的目标是啊，20万就好了。好，拜拜。不是这样啦，我也这边换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
谢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立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